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护肤经销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91集。今天来到了 New Age 恐龙小队的最后一位成员了。我上网看了一下，我第一次更新钢索是2022年的7月，现在已经2024年的9月，跨足了整整的2年。我们迎来了恐龙金刚的最后一位战士——沙漠战士，致敬到嚎叫的这款玩具。人形状态下的配件是一把巨剑，巨剑的话呢，没有再多余的涂装了啊，前面是一个类似于三叉的造型，拳头有一个持武器的拳头型，还有一个张开的手掌型。张开的手掌型的话呢，多了一个手臂的手掌的一个翻转。那么它的一个背包的部分呢，我先跟各位提一下，背包的一个锁扣的话呢，是靠着这一侧这块部件啊，从里头两个凸过来卡住，这两个部件卡下去。再由这个头后面这两个凸去卡这两个凹槽，这样把它给固定进去。这样固定下去的话呢，基本上背包是不会掉。但是它的整个后面这一带呢，跟身体里头呢，我找不到一个锁定的卡扣了啊，不晓得我有没有完全变到位。那后面的这个尾巴的话呢，你可以朝你喜欢的方向呢来做一个调整啊，包括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你也可以把它推后面一点啊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如果你要贴近这个橘网的动画形象，可能是这个角度应该是相对比较合适的。那么机械恐龙的造型都是偏向于腿部这一带有非常巨大的小腿，这也很多人去诟病，但是它确实在早期的橘网卡通里面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配色。而它这里头的话呢，并没有附一个大盖板啊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像钢索的那个版本一样后面有个盖板啊，但是我个人并不是很在乎啊。里头的话呢，真正要说空洞呢，其实也就是这个龙的头啊，撕开之后的话呢，啊，放在两侧，其他的话呢，其实它都还有一个维持着一个造型在里头了啊。那它的人物的偷胶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不存在的。NA 的话呢，涂装也很漂亮，整个全部的话呢，除了红色是成型色之外吧，几乎都包了一层的一个漆面在上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雕，以长相来说的话呢，这个是非常接近于国字脸，下巴是一个方的啊。眼镜的话呢是深蓝色，并不是 MP4 的水蓝色啊。以现在的玩具来说，这样子的深蓝色是比较少见了啊。那么手臂的话呢可以完全的平举，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，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，拳头的话呢因为可以替换，当然是可以转动的了啊。那它的一个腰部的话呢，一样有一个往前面下来的一个关节，脚整个踢上来连同裙甲一起动啊，侧踢没有问题，往后踢啊，由于造型的需要呢，只能踢到这么多啊。后面的这个臀部的造型限制多了一点，膝盖的话呢90度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这一块部件这个卡扣给搬开的话啊，它可以再踢得更多啊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并不好看啊，我们还是把它给推回去好了。脚踝的话呢是这个部件往外内这样子动，幅度其实并不是很大，而且它的站立性来说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会有一点外侧会腾空，因为它的脚掌可能是只有这一片啊，外面这个算是外盔甲还是什么，所以它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没有碰到地板上的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一个人形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中规中矩一点了啊。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关节的一个问题，其实它的下盘是比较偏重，但是甩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甚至呢像这个有一些部分的话呢，关节可能还偏紧了一些。以二头肌来讲，像我这一侧就偏紧，这一侧的话呢就恰到好处啊。那我们来进入这一款 NA 的剑龙它的变形过程啊。手臂的话呢，这边我已经先收起来了啊，我们就示范这一手就可以了。这个盖板给打开，然后呢把整个胳膊的话呢往内推进去，推进去之后的话呢，本来这个盖板的话呢，刚扣外面这个凸，现在我们改扣里面这个凸啊，这样子把它给盖下去。拳头的话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你有强迫症，你可以把它转成这个方向，这样盖下来可能会再更平一点点。再来，我们把它的上下半身呢，就要开始进行上下半身分开变形。先腰转180度好了，这个部件挑下来，挑下来之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有个锁扣，把它给松开来啊，这两个地方把它给松开。松开之后的话呢，先把这整个部件给往上推上去。手臂的话呢推开啊，待会手臂的话呢要藏到这个里头去。那靠过来之后呢，这个手臂啊就贴着它的一个屁股啊，不对，现在不是屁股啊，现在是啊对啊，现在是它的一个正面啊，先这样挨着啊，这先不管它，先到这里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一些些之后，将这个部件翻出来，整个都给翻出来。
然后的话呢，这一块部件直接往前盖啊，不对，先把头给翻进去。头的话呢，先给翻到这里，这个整个部件盖上来，到这边。你刚才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黄色这个部件，黄色这个部件跟这个部件的话，整个给盖上去啊，先到这边就可以。然后的话呢，把这个尾巴利用双动关节到中间扣起来，到这里。好，到这边整个把它给捏住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一样啊，它是有一个双动关节的，这个地方把它给贴过来，到这边扣进去。它这里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，要扣进这个洞里头，我们小小的把它给扣进去。好的，那这个后面的尾巴的话呢，就几乎已经差不多就是变完了。那接下来就是变它的一个腿，它会变成一个身体的前半部。那解开的话呢，我们先变这一次好，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把它解开。如果你抠不开的话呢，就是左右搓动把它给搓开来，这个部分给翻开啊，这个部分一样翻出去，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折到这边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部件这里折过来，折这样之后的话呢，你看这个方向，你去转动它，这个地方转动它过来到这边，你看这个形状已经是不是一个箭龙的形状了，头就在这里，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头啊给转出来。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，里头它的这个盖板翻开，里头的这个腿把它给转出来，然后的话呢再把它给合回去。合回去之前的话呢，这个地方记得把这地方拉开啊，回去再把它给扣上啊。这一块的话呢，就像贴着就好了，到这里。那腿部的话呢更简单啊，直接的转下来到这里就好了。那腿的话只要拉出来就行，它后面有一个这个部件，它会自动的被带出来。那前面这个脚掌可以先把它给推出去，好，到这边 OK， 待会就是把它给塞进去就好了。那这里这一块部件记得啊，这块部件记得要塞进来啊，它这个部件要把手给包到内侧去。我们给各位看一下那个横，像是那个什么恐龙的骨骼一样啊，侧面的剖面图啊，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啊。这个变形其实还是比较有趣的，非常的流畅。那另外一腿的话也是一样，我们第一个步骤先把这里给解开。那抠不开，就是我说抠不开，你就是稍微搓动一下啊，把它给翻出来。这一片啊，记得先把它给翻出，然后腿这块也翻出，都翻出之后的话呢，就把这个部件折进来，然后呢脚也折进来，两个都往内折。然后你不知道你就看侧边到这里，然后就旋转这一块部件，转不动的话呢就是转另外一侧。好，包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到这边头就过来在这里了，然后就把往中间按下去。那这里前肢把它给翻出来，然后准备把它给盖回去到这边。那记得啊，这一片板子要包过来，把它的这个手啊给包进去到这边。好，我们从侧边来看一下，这里到时候要做一个结合到这边。那腿先翻出来，好了，到这边了。到这里的话，其实你差不多可以就是往中间把它推进去，就盲变就可以。不过我们先把这里给扣上。好，到这边中间就是有一些组合的卡扣，我们就把它给捏上去就好了。你看到没有，我刚刚一个不小心一用力压下去，它全部都到顶位，所以它的公差算的是非常的精准的啊。那我数一下，我的手腕有点受伤，今天手腕真的是施不上什么力气了啊，不好意思。那最后的话就还有一个前肢，把它给翻出来。好的，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啊、New 啊，这里还没拉出来到这边啊 ，NA 所推出的恐龙小队的最后一位成员剑龙嚎叫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NA 沙漠战士的恐龙形态。哎，说实在话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的恐龙形态，非常的扎实啊，所有的一个零件都卡得非常的稳，在整个变形过程当中呢也是很流畅。虽然腿的变形呢步骤有点多，但是你其实它的公差算得很准，盲变的话可能都还能够把它给变好了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，头部的话呢其实是算卡死啊，这个不能算能动，这只是塑胶被你掰松而已。张开之后的话呢，里头有一块凸，这个凸的话呢可以搭配它的一个喷涂火焰的特效键啊，稍微转一下呢就可以把它给扣进去，而且有一个往上啊上一个弧度，算是这样子。它已经应该是有考虑到说
它的一个龙头这么低啊，喷到地上会有一点反弹起来的感觉啊。哦，好吧，这个火焰本来就是吐出去的嘛啊。那尾巴的话呢，也是可以动，好处呢就是它的一个尾部有一个更多的幅度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动的那一边啊，就是裂开，这个看你个人喜欢哪一种的一个后遗症吧啊。那它后方的话，一样有就是做出一个带刺的一个尖端。我是还蛮喜欢它的眼部的刻画，它的一个眼睛的这个窟窿的话呢，有一个伸下去的一个刻画，上面的话呢一些小细节啊都是有做出来的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请它的其他几个成员呢，就已经跨越了两年多，终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啊。钢索的话呢，确实是显得偏瘦偏小了一点啊，作为五位成员里头的老大呢，你这个体型真的我觉得是不太足够啊。再来的话呢，则是这款雷龙啊。雷龙的话呢，感觉的话是这几款里头，我个人觉得稍稍比较弱一些些的啊。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吧，可能是里头呢做的最好的一款，应该是三角龙啊，因为它就是变形啊、人形啊、兽形来讲的话，而且它的体型非常的大啊。我们来特别对比一下这两个家伙啊，你会发现。三角龙啊，比这个剑龙来讲的话呢，差点了，这一集的主角不是你啊，位置来讲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最后就是翼龙啊，这个翼龙是属于一个另类啊，这个家伙跟其他几位呢，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。那最后的话，有一个谣传说会有第六条的恐龙，然后又可以形成一个龙炎王的合体，这个我个人并不期待啊，我觉得。这五个恐龙能够出齐，我已经非常非常喜欢，非常非常满意了。你除了第六条龙，我还要犹豫说，我平常是要把它们合体呢，还是把它们以恐龙形态来摆放啊？甚至当然，因为机器人形态可能我是比较不考虑啊。平常的摆放的话，可能柜子里的它们就是恐龙的一个形态啊。那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